嗨，你好，早安。啊，现在我在台中乌溪渔港，我要给你们看那里面有没有那个鱼很比较便宜哦。哦，现在晒外面。 那边要去吃买东西啊，可以吃饭啊。他在那边吧，那个鱼啊，还没吃啊。现在新的要用那个熟东西要煮开，我们去前面吃吃看。 现在比较好干净了，好干了，时间呢不一样。 可以说啊。
而且没有很多人，还有那个没有很多东西。 沙西米。 大概多少间？四个500，四个，不要才一个。四个500。不要才一个。